不快。是曰：未退听也，果能退而听于天命，何不快哉？此未济之穷。果能退听以待时，则亦可续，续则不终穷矣。上九，有福于饮酒，如其手。五九，有福施事，宣圣讲义，此谓记上九爻辞也。五九二字，应在如其手下，物在其上，以改正之。上九穷当变，变则反于全卦之用，故未济反未福，而如尾者至如其手。有福于饮酒者，离坎往来，未用亦相应。坎水在上则酒也，饮水者便未饮酒，饮同水酒意。在坎卦亦曰尊酒，象曰饮食宴乐，是饮酒之象，由坎见之。上酒之用，虽未济之可期，而爻未已及，则亦如日昃之离，孤饮酒宴乐，以图一时之快。离所谓不鼓否而歌，则大跌之皆凶。此爻辞以有福者饮酒未用，可见其未已至，其实已穷，无可作为，亦为臣免醉梦而已。过贪饮，遂至如其手，饮而如手，又与求既涉而如者不同。以在上亦称手，则与既既上六如其手相类似。但既既以涉水而如，此则以饮酒而如，如同而所以如不同。既涉之如，进之过也；饮酒之如，退之过也。未济之中以饮酒，饮而终以如手，是天道之穷，人道之坏，将谁救哉？故曰无救，言无可救也。六五无悔，以明悔之自我。上九无救，更明救之在人，人之不臧，事之不济，则虽有福，亦奚未哉？而亦之道，上当变也。故中之曰有福施事，此与未全一词之中，包全卦爻用之。